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磊。今天就是元宵节了，虽然我们距离很远，但是还是要过一个我们的传统节日元宵节。然后现在我已经收工了，对，我现在在煮汤圆儿，汤圆儿，汤圆儿。我们现在是开了，还没开。等那个，我要煮个汤圆啊，煮个元宵。哎，这灯怎么还闪呢？那歌是怎么唱来着？汤圆买汤圆，谁的汤圆圆又圆？是什么歌来？现在是，我现在这边是晚上9点，我们国内时间已经凌晨3点了，好吧？我在这里煮着快乐元宵啊，只是现在我略微有一些着急，因为它已经5-6分钟了，也没有说要开的样子。甚至现在一点声音都没有，因为这锅太慢了，所以说我现在烧一壶开水，看看能不能就是接力一下，好吧？它看起来好像是有在变热，但就是一直没说要开的意思。我轻轻的搅拌，这个汤圆就破了。它是好样的。它发出声音了，至少不像这个已经哑火了。这是一个终极的移花接木之下错锅儿，吃对元宵。我怎么感觉，怎么煮个元宵都这么垮呢？哦吼！一定是因为没有上翘粉的原因。啊，给它上上翘粉，它可能更快一点，机器的时候也更稳定一点。哎呀，醪糟也忘记加了，哎呀，完了，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加以搅拌，醪糟的味道还是很浓的，很有一种熟悉的家乡的感觉，出乎意料的还不错，还能吃的。很温暖，很温暖。我把这个放到后面，我觉得虽然今天有点过程有点垮，但是那个结果是好的。一会儿我们会把这个每一颗都吃掉啊，一定不会浪费。我会把这3颗吃掉，这颗是我工作人员们的。就今天就这样，祝大家元宵节快乐，然后希望大家开开心心的，然后我也会好好的努力的拍戏，祝大家元宵节快乐，耶、yeah!